同学们好，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三册的第十课，就是 Lesson 10 The Loss of the Titanic 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大家可能都看过泰坦尼克号这部电影，那么这个课文描述的就是当年这个悲剧。精彩的文章，咱们还是先看看这课书的生词和短语。首先打开书到第50页， Now open your books at page 50. Let's look at the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把这个书生词和短语跟老师先大声来读一遍，来，张开嘴啊。Now read out me. Southampton. Southampton. Colossal. Colossal. Watertight. Watertight. Compartment. Compartment. Flood. Flood. Float. Float.Tragic, tragic, liner, liner, voyage, voyage. 注意这个词还是上牙触下唇，因为出现字母 V 这个声音发 V。再来一遍 ，voyage, voyage, iceberg, iceberg, look out, look out, collision.Collision. Narrowly. Narrowly. Miss. Miss. Slight. Slight. Tremble. Tremble. Faint. Faint. Horror. Horror. Abandon. Abandon. Plunge.Plunge, lifeboat, lifeboat. 好，这是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下面呢，我们把这个书的比较重点的词汇，我们先看一看。先看第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就是我们这个巨大的、巨大的、庞大的。这个词既可以表示数量，也可以表示体积，数量或体积庞大的。跟老师再大声读一下 ，colossal, colossal.数量或体积都可以，巨大的、庞大的。咱们先看一些简单例子。本文中呢，可以用它来描述一艘巨轮，泰坦尼克号是一艘巨轮，叫 a colossal ship， 可以用它。这个是指体积，那数量也行。你像 a colossal sum of money 叫做一笔巨款，表示钱数特别多。你看，指数量、指体积都可以用它。这是这个形容词 colossal。那本文中出现了好多替换，因为本文中表示巨轮。什么巨大的冰山反复出现，来回来去都用这一个词呢，就重了。本文中出现了好多好多形容词的替换，咱们看一些例子，比如说，像 huge， 大家很熟悉，可以表示巨大的，对吧？还可以用 great， 非常巨大的，可以。还有用 immense， 本文中也出现了，也是巨大的。还有包括我们的 enormous， 巨大的，这也会出现，比较文言一些。还有 gigantic， 也是可以表示巨大的。还有泰坦尼克号的名字 Titanic。哎，也行啊！这几个我们跟老师大声先一来读一下，张开嘴啊 ，huge， great， 注意这个词不要读 great， 不是 e 而是 a， 嘴再张大一些 ，great， great， immense， immense， enormous， enormous， 哎，都可以表示数量体积巨大的，但注意这个 enormous 发音啊，前面有字母 r， 有勾舌的发 or。但后面 ous 没有字母 r， 不能勾舌头。我们再来一遍 ，enormous， enormous， 好，而不是 enormous， 对吧？再往后来 ，gigantic， gigantic， 最后一个特殊一些，再来一遍 ，titanic， titanic， 这个词呢也是泰坦尼克号的它的名字。这个词不但可以表示巨大的，而且强调坚固的、强壮的这个意思呢。它给这个大船起这么名字，讨过口彩嘛。不但巨大，而且很坚固、很强壮，但谁知道第一次航行就沉没了。我们知道这个 Titanic 表示巨大而坚固的，它其实来自于这个在神话故事里面著名的泰坦巨人，就是独眼巨人。大家可能听说过这种独眼巨人，叫泰坦巨人，对吧？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The Titans, the Titans， 这种独眼巨人。所以坚固而强大的、而强壮的、巨大的，用 Titanic 啊，泰坦尼克号名字也有表示巨大的含义，但多强调巨大而坚固的啊。好，
好，这是我们第一个重点词汇，这个巨大的相关词汇，我们跟老师就看得准。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呢，我们看看这个不透水的，我们跟老师再大声读一下 ，watertight。watertight， 这个中间字母 t 读快了之后会稍微浊化成 water，water 变成 water， 再来一遍 watertight，watertight 也行啊。当然英联邦国家都用 water，watertight 也行，那美式呢都用 watertight， 口型略大一些。这是不透水的。那么两个词先做个辨析，都是指水进不去，但这一个字第一个词表示不透水的。第二个呢，一般用于手表啊，或者精密机器啊、手机啊等等，防水的，就是水进不去的，它叫防水的。但抽象含义类似，我们先读一下第一个不透水的 ，watertight， 再读第二个防水的 ，waterproof，waterproof， 哎，这都行，都可以，类似。还有几个密封的呢，我们可以同时记住，像第一个呢，咱们就不透气儿的，就密封住气，空气进不去，也是把口扎紧 ，tight 不是紧的意思吗？让气儿进不去，这非常好记。我们再来一遍 ，airtight，airtight， 好，这个词叫不透气的。还有中间这个词呢，叫密封的，就是完全什么都不透，什么连细菌都进不去，完全密封的。我们再读一下 ，hermetic，hermetic， 哎，这个词有点来头，它来自于呢这个赫尔墨斯这么一个故事。据说他会炼金呢。他在炼金的时候呢，这个容器必须密封，杂质不能进去，否则黄金就不纯了。所以 hermetic 来自赫尔墨斯炼金这么一个事儿啊。我们再读一下 hermetic， 这个词表示密封的，但后面这个词呢，中文也翻译成密封的，但它意思就不一样了。这个密封的 hermetic 表示什么物质都进不去，这个 sealed 是表示这个东西啊是不许开封、不许打开，比如一个密封的一个文件。一个密封的这么一个信封，哎，那空气和水都进得去，但是不许轻易把它打开。所以呢，这个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sealed，sealed， 这也好记，因为 seal，seal 做名词可以表示图章，做动词呢叫摁图章的意思。其实这过去分词表示被摁上图章的。我们知道，在这个信封的口这摁一个大红章，表示一般人不能打开，这叫密封的这个意思啊。我们看例子，比如说。The teacher opened the sealed envelope containing the exam papers. 老师可能到了考试时间，铃声响了。老师打开了这个密封的信封 envelope， 什么信封呢？后面再加后置定语，装着考试的试卷的这个信封。Paper 表示纸是不可数的，表示试卷啊、报纸啊，这是可数的，在这是试卷。那装着密封的这个考卷的这个信封，这个密封的我们用 sealed。这几个容易搞混的近义词汇，我们可以放在一块记，就不容易搞混了。好，这个不透水的这个词汇，我们各老师就看到这儿。下面一个比较重要词汇呢，咱们来看看后面这个悲剧的或者悲惨的，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tragic，tragic。本文中就用它来形容这个泰坦尼克号沉没的这个悲剧。这个悲剧的悲惨呢，其实这来自悲剧这个名词，特别好记。我们先来读一下悲剧这个词，慢慢来 ,tragedy,tragedy, 直接它的形容词形式就是把 edy 去掉变成 ic, 本意表示悲剧的，跟这个剧种相关的，派生意是悲惨的。我们大声来一遍 ,tragic,tragic, 哎，咱们跟悲剧这个词同时记就好了。到后面呢，第29课又会出现喜剧和喜剧的，咱们可以同时记。那先读一下喜剧这个剧种，大声来一遍 ,comedy,comedy， 好，这叫喜剧。那么它的同根的形容词呢，同样是把 edy 去掉变成 ic， 做形容词本意可以表示喜剧的，跟着剧种相关的，派生意呢是滑稽可笑的，类似 funny 这个意思，对吧？我们再读一下 comic， 这是喜剧的，派生意叫滑稽可笑的。那么甭管悲剧还是喜剧，大家都读于戏剧。戏剧我们先读一下 drama。哎，咱们在剧场里看那个戏剧呢，然后它的形容词形式呢是直接在后面加 tic， 也是 ic 结尾的，本来表示戏剧的，跟戏剧相关的，派生意呢就戏剧性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比较夸张夸大的。那我们再读一下 dramatic， 叫戏剧的，派生意是戏剧性的，夸张的。那这几个词相关的，我们可以一一把它同时记住就好了。好，这个悲惨的、悲剧的这个形容词。重点词，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比较重点的词汇，咱们来看一下远洋的客轮或者是班轮这个词。我们大声再读一下，就是运输客人的巨大的轮船。大声来一遍 ，liner， 这叫远洋的客轮或者班轮。它如果写全了的话呢，是这样一个叫 ocean liner， 但 ocean 这个词往往可以被去掉。咱们看一个图片，跟看图识字一样，这个记得更清晰了。再大声来一遍 ，ocean liner。哎，远洋的客轮或者是班轮可以用它，对吧？好，我们看一个类似词汇，我们不说远洋的客轮了，是客机或者班机，就一天有固定几个航班班次的这个班机，跟它类似，只不过前面必须加 air 这个词，大声来呗 ，airliner， 哎，这就客机或者是班机，哎，这个意思。我们再多看几个跟船相关的，比如说汽轮、蒸汽船。这在第25课卡迪萨克号里面会出现，新概念里面出现好多好多船，为什么呢？我们学的英语嘛，来自英国，英国是一个岛，当然天天跟船打交道。我们再读一下汽轮这个词 ，steamship， 哎，就是蒸汽再加船。你看中间一个大烟囱，用蒸汽当动力啊。还有呢，我们说这个游轮或者游艇，这个游是旅游那个游，不是石油的油啊，就是一般有钱人家里有个游艇，可以出去旅游观光玩。我们再读一下 ，yacht， 这游艇或者游轮啊，可以同时记住。但是还有一个游轮，在第12课《荒岛生活》就即将看到了，这个油是石油的油，是运输石油的这种轮船，运输石油用的。我们再读一下 ，tanker， 哎，这个词到了第12课《荒岛生活》里面就会碰到了。那再接着看。还有一个词呢，叫渡轮或者叫轮渡、摆渡船，就是在河的两岸运输客人，从此岸到彼岸，从彼岸到此岸，来回客人往复的这个渡轮，有的时候叫轮渡也行啊。我们大声来一遍 ，ferry， 哎，这就渡轮或者渡船可以用它，对吧？还有呢，相关的，你像这个木筏子或者竹筏子 ，raft， 哎，这个词也行，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raft。这叫木筏子或者竹筏子，也可以用它。那么我们再看，还有呢，我们在十二课会看到橡皮救生艇，救生艇就充气式的，打气儿之后能漂浮起来。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dinghy， 这叫救生艇，一般指的橡皮救生艇，可以用它。来，好，还有呢，像更小的小独木舟，那独木船，哎，这个也是生活中常见词，考试词汇的。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canoe。哎，好，还有一种呢，叫爱斯基摩独木舟，也现在在这个什么激流运动里面经常是这样。它本来是表示这个小船外边包着海豹皮的，但现在未必是海豹皮了。然后用这么一个 paddle 这么一个通桨来回在这个什么汹涌的激流中来做运动，这种船叫爱斯基摩独木舟。我们大声读一下 ，kayak。哎，这是我们生活中考试中常见的几种船。我们看着图片把它放在一块儿记住，这个记忆就更深刻了。但是希望大家反复多次看，把它背下来，不是看一遍有印象，有印象不管用，几天以后就忘了。好，这个重点词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里。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航行这个词，表示水上、海上，尤其是海上的航行。我们大声读一下，注意字母 V 出现一定有上牙触下唇发 V 这个动作在里面 voyage， 再来一遍voyage， 好，这叫海上的航行。你看这两个词呢，都能指着航行，但这个表示海上，这个表示空中。乘飞机的航行也叫航行的，我们再读一下 flight， 这两个词都是可数名词，都是一次两次的航行，这是在海上，这是在空中。但是做一个变系，你看这组词汇呢，也是一个在海上，一个在空中，但这组词是不可数名词了。我们先读第一个词，这个词叫航海，大声来一遍 ，navigation。我们可以表示一次航行可以，但不能说一个航海。航海是抽象词，不可数了。下面这个词相应的就是航空，我们大声来一遍 ，aviation。一次航行可数，但航空是不可数名词了。那咱们尤其可以看一看，在什么什么的这个途中，在航海的途中 ，be。On a voyage 就不能说 be on a navigation， 不行，这个词是不可数的。大家还记得吗？在第一课这个陶顿的美洲诗中，咱们讲过，在什么什么路途中，咱们一般都是用介词 on，
再加名词。Be on a voyage， 正在航海途中。Be on a flight， 正在航空的飞行途中。Be on a trip， 正在旅途中旅行中。Be on a journey， 也是在旅行中。Journey 一般更长一些，一般来说。那还有呢 ，Be on a tour， 表示正在环游、周游的途中。那可以跟这个航行、飞行这个同时记。那我们说 tour 这个词一般叫环游、周游，就去很多地方转一个圈，去很多地方再回到出发点。你看，咱们复习一下这个句子 ：President 习近平 is on a five-nation tour。习近平总书记正在五国游，访问五国的途中，去五个国家，最后回到原点，回到北京，这叫 on 呢 five-nation tour， 也是跟 on 这个词来搭配的。这个可以把它同时顺便记住。那么这个 voyage 呢，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我们愿意记的话也可以记住，就是来自于一个法语搭配，到了英语里边来了，就是祝你一路顺风。这个我们在走遍美国中也见过，这个朋友要出远门了，尤其是坐船或坐飞机，那么在出发之前呢，我们就可以说 Bon voyage， 祝你一路顺风哦。哎，这是一个来自于法语的词汇，所以发音比较怪。这个 voyage 在法文中就表示 trip，这个 bon 懂法语的可能知道，就是表示 good 好的意思，相当于 have a good trip， 祝你一路顺风。这不见得是坐船，坐飞机也行啊。我们再大声读一下这个 bon voyage， 声调是往上走的，祝你一路顺风，对吧？这个我们在中文中也不能说祝你一路顺风，这路上非出车祸不行的。所以这是声音往上扬啊。我们再来一遍，体会这个口型 ，bon voyage，bon voyage。祝你一路顺风哦，可以这么说。当然也可以说 have a good trip， 或者用 happy landings， 都可以表示祝你一路顺风。在朋友出远门的时候，咱们跟他打招呼可以这么说。再来一遍，把后面两个大声读一下 ：have a good trip， have a good trip， happy landings， happy landings。哎，这个都行，这个祝你一路顺风这几个相关表达，我们可以把它同时记住啊。好，这个 voyage 这个词汇。两个用法，我们把它这个牢牢记住，把它复习记清楚就好了。好，这个词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儿。下面我们看底下一个比较重点的词汇是哪个词呢？就是这个刚刚或者是勉强，差一点就不怎么怎么样了，勉勉强强的刚刚怎么样？我们大声再读一下这个词 ，narrowly。哎，这是表示程度的一个副词，刚刚或勉强怎么样？但这个词容易翻译错，咱们体会一下它具体的用法。咱们看一些例子，看看应该是怎么样翻译，怎么样一个精确的中文含义啊？看第一句话 ，We won narrowly. Won 是 win 的一般过去式。那这个我问大家，我们是赢还是没有赢啊？哎，我们赢了，我们勉强赢了，就类似于中文说的，我们仅仅是险胜。就是差一点就输了，那勉勉强强赢了，微弱优势取胜，那么也就出现 narrowly 这个副词呢，这个动词一定发生了，一定是发生了，只不过差一点呢，它就没有能成功，勉勉强强发生，是这么一个意思。再比如说看这句话 ，He narrowly escaped drowning， 这个好像更不理解，就更不好理解了。我问大家，这个人是死还是没有死 ？drown 不是淹死的意思吗？死没死啊？哎，他没有死，为什么呢？因为 escape 这个动词肯定是发生了，他勉勉强强逃过了被淹死的命运，就是差一点就被淹死了，差一点就被淹死了。这看着中文比较马虎，我说这个人的差点被淹死了，他差点没淹死，差点淹死，差点没淹死，在中文好像都是含义一样，他都是没死。在英语中注意啊，他并不像中文这么这很灵活。He narrowly escaped drowning。就是他勉强躲过了被淹死的命运，你们就这么记就好了。这个 narrowly 这个副词出现，这个动词一定发生了，躲过被淹死的命运，这个肯定是躲过了，对，躲过了 escape 这词是发生了。这是 narrowly。 本文中呢出现了一个替换，刚刚勉强怎么样，有好多副词有类似的含义。比如说本文中替换，作者选择的就是 just， 或者再进一步加强去 only just， 叫仅仅是这样的，刚刚好怎么样，勉勉强强怎么样，差一点这事就没有发生。咱们看例子，看这句话怎么翻译 ？She only just failed in the exam。那我问大家，这个人考试及格还是没有及格？哎，他没有及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这 fail 这个动词怎么样，一定发生了吧？哎，他刚刚好不及格，就是差一点就及格了。
这个 fail 这个词发生了，没及格呀，考了59.9，差0.1就及格了，它刚刚好好是不及格。记住哦，它跟 narrowly 一样，这个动词中心动词一定发生了，只不过差一点儿就没有发生，差一点儿就没有没及格，这说明它确实是没有及格，就是勉勉强强刚刚好它不及格，非常这个很不幸的，差一点它就及格了。跟它类似的还有几个，这三个词大家可能更熟悉，就是 hardly、scarcely、barely 都可以表示勉强怎么样或几乎就不怎么样了，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半否定词，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hardly、scarcely、barely。好，这三个副词经常在一块出现，都是表示几乎不怎么样，勉勉强强怎么样。我们看一些例子，比如说 ，I hardly know him， 我几乎不太认识他。我问大家，我到底是认不认识他呢？这个 know 这个词确实发生了，我认识他，但几乎就不认识他了。怎么呢？勉勉强强认识他，就是我们两个人仅仅一面之缘，有印象，但我们两个人绝对不熟，就这个意思。所以这几个词 narrowly、just， 或者是 only just， 或者 hardly、scarcely、barely， 咱们可以同时记住，那异曲同工之妙，写作中呢，一般来说也可以替换。好，这个容易理解错的副词，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儿。下面一个比较重点的词汇，咱们来看一看这个震颤、颤抖这个词汇。我们先大声再读一下 ，tremble，tremble， 就在震颤或者是颤抖，这是我们在第10课中比较重点的一个词汇了。那这个词指人、指事物都可以，修饰人、修饰事物都行啊。你比如说，我们看人在颤抖 ，he trembled with anger， 他因为气愤而气得浑身抖如沙糠，哎，就是非常生气，气得浑身发抖。这是人在哆嗦，来，这是东西也行啊。你看 ，the leaves trembled in the breeze。我问大家，什么叫 breeze？ 哎 ，breeze 就微风嘛，在微风中，这些树叶子在轻轻的摇曳，跟人一样在轻轻的哆嗦，但并不是大起大落这种了。微风中，树叶在轻轻的颤抖，可以用啥？指人、指事物都可以。这个颤抖呢，也有好多词汇可以用它，跟它来替换。你比方说，这两个词也可以表示颤抖。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quiver、shiver， 这两个词一般也是振幅不太大，轻轻的在哆嗦，轻轻的颤抖。咱们可能以前我们还记得 Phil Collins 这个老歌手，他有一首歌的片段里边就出现这个了。咱们看看他是怎么唱的啊？出现了这几个颤抖，他的这些替换，咱们看看，他。在歌词中出现哪些词？好，开始唱吧。好，咱们看他怎么唱。他说When I kiss your lips， 他说亲爱的，当我在亲吻你的嘴唇的时候，他说 I start to shiver， 哎呀，我都开始颤抖了，可能怕你有什么禽流感啊，怕传上，我是开始颤抖了 ，can't control the quivering inside， 难以控制内心的颤抖。你看，我身体在颤抖，用 shiver， 内心的颤抖不能再用 shiver 了，咱们换一个词，或避免重复，用 quiver。在这儿呢需要名词，那么用动名词 quivering 和我们叫 ing， 其实就是 shivering 是一样的。然后后面说 wouldn't you agree， 那难道你不同意吗？哎 baby you and me， 宝贝你我之间 got a groovy kind of love， 有一段绝妙的爱情。这 groovy 是个英国的一个俚语啊，就是绝妙的，棒极了，就类似我们说 terrific， great， fabulous， 啊，这个 fantastic 这个意思啊。你看 shiver 和 quiver 在这儿可以做替换，歌词中我们知道，跟写作一样，也是不重复的，也是不重复的，这是颤抖。还有，我们到了第四册里边会出现更大的一个振幅更大的剧烈的颤抖，就是振幅更大一些。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shudder，shudder， 也是颤抖，但这个词一般振幅更大一些，就剧烈的颤抖。第四册第三课出现这么一个片段 ，make the modern climber shudder at a thought， 使得一个当代的登山者。一想到此，浑身就抖如筛糠 ，shudder 也是剧烈的颤抖，就是在当年的古代的登山者，他们设备这么简陋，就可以
去爬山，就敢去爬山。当代登山者一想，这是吓死人了！一想到这里，浑身激灵灵打了一个寒战，浑身抖如筛糠。用 shudder 这个词也行啊，这是指颤抖相关的几个常见词，三次四次会碰到的，我们放在一块儿记就好了啊。好，这个颤抖重点的一些表达，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儿了。好，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呢，我们再看一个，这恐惧、惊恐这个词。这个词强调又震惊又害怕，两个放在一块儿，又惊又恐这种感觉。这个词不好读，英式美式发音区别比较大。在英联邦国家，前面发哦哦，嘴唇做这个撅圆了，后面发是没有这个儿化音的。那英国是这么来读，我们大家都讲 horror horror 是这么一个声音。美国人觉得 horror 这费劲，美语属于 lazy English 懒惰的英语。那所以如果哦不好读怎么办呢？啊就好读多了，对吧？然后这个啊变成二，一勾舌头比较俏皮一些，这么来读，大声里面 horror horror。你看 ，horror， horror， 这两个发音都对，都可以，都是又惊又恐的感觉。咱们看一下英文解释，就是 feelings of great fear and shock， 巨大的震惊啊，巨大的恐惧，还有巨大的震惊，又惊又恐这种感觉，就是又震惊又害怕，先是震惊，突然间害怕又来了，又惊又恐的感觉。本文它呢，本文中用它是形容这个船长到了底舱一看，船只正在迅速的下沉。第一个是震惊，这不可能的嘛，然后恐惧就来了，后果很可怕，数千人会丧命，就这么一个，用这个词是恰如其分，可以说。那么跟它类似的还有一个词叫 terror， 这个词呢就缺乏了震惊那个含义了，只是极度的恐惧， extreme fear， 极度的恐惧。我们再读一下 terror， terror， 哎，这一组词可以记住。那 horror 呢比它多了一个震惊这个含义，跟它相关的还有horrify， 使某人惊恐交加，以及形容词 horrifying， 令人又惊又恐的，这给同事记住。来，我们先读一下这个及物动词，使某人惊恐交加，大声那边 horrify， horrify。 再读一下形容词，我们知道 ing 当形容词一般描述事物的特征，令人又惊又恐的，我们大声读一下 horrifying， horrifying。 哎，这就类似于中文中说的触目惊心的，哎，一看非常震惊，同时很恐惧，触目惊心的。那相关的 terror 呢，也有同关的动词和它的形容词形式非常类似的。我们先读一下第一个 terrify， terrify， 叫使某人极度恐惧，还有它的同根形容词在里面 terrifying， terrifying， 哎，这个词叫令人胆寒的，令人非常恐惧，非常害怕的，哎，跟它可以同时记住。那是在第十课中，在后面的第33课中，咱们又出现了一个类似的词汇，咱们叫 panic， 这个词做动词做名词都可以。那做动词呢，表示这个突然的惊恐，突然的恐慌。那做名词呢，也是这个意思，一阵突然的惊慌，特别是表示刚才一切都是正常状态，突然间出现可怕的事情，大家立刻开始恐慌了。这用这样一个词，这个词在未来会讲到 pan， 本身 pan 表示农神潘。据说样子非常可怕，每一次在空中现出真身时，地面上人四散奔逃。所以 panic 来自 pan， 农神潘，就是突然间的恐慌。到了第33课里边会出现这么一个句子，在未来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句子，就是难忘的一天里边啊，在154页的第14行，154页的第14行出现这句话 ：She suddenly got into a panic and stopped her car。这个女人就是女司机了。突然间陷入了恐慌，并且一下子来了个急刹车，停住了车子，陷入恐慌就 get into a panic， 也是跟害怕相关，但这个词强调的是突然间的惊慌。好，这是我们第10课的重点的生词，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儿，希望大家反复复习，把它牢牢地记在脑中。好，生词短语我们先暂时看到这儿。